Hello， 大家好，我是 Chorus， 今天来到了 Kuasa Damansara City Center 这里，要带大家参观一个全新的公寓项目 Dujo Residence。在这个视频里呢，会和大家讲解整个 Township 的规划，然后公寓的详情，还有参观示范物。好，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讲起。这整个黄色的地方呢，就是 Kuasa Damansara， 而 Kuasa Damansara City Center 呢，就是这边的中心点，有94个 acres。而这里主要的地标呢，就是它的 KWSP 的 HQ。这里的主要入口呢，就是这条 Jalan Sungai Buloh， 它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大道 ，flyover 也是刚刚建好不久而已。而且这里呢，也连接了其他的主要大道，例如 Dash Highway， 还有 NKVE Highway。而且从这个地方呢去 Subang Airport 呢，也只需要10到15分钟的车程而已。公共交通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在这个 Township 里面已经有了两个 MRT Station。如果你有注意到它的停车场呢，它也是经常的爆满的，甚至会停到路边那里。所以这代表了这个 MRT Station 是有很大的需求量的，很多学生啊，或者是上班人士都经常会停在这里去上班的。而且在5个站之内呢，你就可以去到 TDDI。Tropicana Garden、Bandar Utama 还有 Circuit College。 而这个 Township 是由 MRCB 还有 Kuasa Land， 也就是 EPF 的子公司一起联合打造的。而说回这个 Kuasa Damansara City Center 的 Township 里面呢，它是有完善的规划的。而这整片94个 acres 的综合城市里面呢，它包括有购物中心、有办公楼、有商业区、有医疗中心，然后还有它的10个 acres 的 Central Park，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它的住宅区，而且其中是有 25% 是 for greenery 的。在这个 Township 里面呢， Dujo Residence 会是它第一个的发展项目，而它的位置呢是在两个 MRT Station 的中间，所以从 Dujo Residence 去到这个 Kuasa Central 的站呢，只需要350米的，也就是10分钟之内的路程。好，来到 Dujo Residence 这里呢，它只有一栋楼，它分成两个 wing， 左边一个 wing， 右边一个 wing， 然后一层呢只有24间单位，有7个 lift 在中间这里，然后呢最高只有28层楼，总共加起来只有573个单位。而这里呢，它有9层楼的停车位，而第10楼还有最底楼呢，是它的公寓设施。而 Dujo Residence 这里呢，它一共有4个户型，有 Type A 550方尺，一房一厕，然后 Type B 666方尺，两房两厕 ，Type C。862方尺，三房两厕，还有 Type D 909方尺，然后三房三厕。而这个呢， Type D 是双钥匙的单位来的。值得一提的是， Dujo Residence 呢，它是采用一种比较先进的建筑方式，也就是 Modulus Building System。而这种方式呢，是20/80的建筑方式，其中80%的工程是在工厂里面进行的，例如它的墙壁、窗口、它的地板、瓷砖等等。当这些模块完成之后，会在后期从工厂那里运往去工地上进行组装。而使用 Modulus Building System 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它可以更快还有更有效率地完成建筑工程，也就是比传统的方式快30到50%。第二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建筑品质，因为有80%的建筑工程它是在工厂那边完成的，所以在组装起来之前它可以有更好的品质管理。第三呢，它可以降低环境的污染，因为相比于传统的建筑方式，这个它会更加降低它的污染程度，例如它的灰尘啊，还有它的噪音等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现在我总结一下它的主要三个卖点。第一，就是它有经验，还有财务稳定的发展商。MRCB 它是有成功的 track record 的，因为它已经成功发展了 KL Central Township。而华沙 Land 呢是 EPF 的子公司，所以它给大家有更多的信心。第二，它有完善的城市规划，因为在这个 Township 里面，你只需要步行就可以去到购物商场啊，去到医疗中心，然后 Central Park 等等。第三个卖点呢，就是它的公共交通的便利性，因为只需要步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两个 MRT station， 所以它可以帮你省了更多的时间在找停车位，还有省掉 traffic 的时间。好了，如果你对 Dujo Residence Kuala Daman Sara City Center 感兴趣的话，欢迎联络我了解详情，或者是参观示范屋。我是 Chorus， 我们示范屋见。